我是记得12小时没有错啊。你在哪个县市啊？台北吗？看这路也太近了吧！这路也太近了吧！李金白，李金白，蒙古先吃鹿就爽歪了哈，这个爽死了！我有个朋友在厦门所，有个朋友，厦门所，就是那是什么？你想想看啊，我有女朋友，我很有钱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高雄，高雄还好吧？台北比较忙的，对，台北忙多了。我们新歌不错，这个是缅甸对蒙古吼。但听要上2400啊，如果是银质厂的话。哦，我有妹妹是出学之一，没有错，这都全部都赶回来。厦门锁很大哎，厦门锁很大哎，厦门锁在厦门街，很大很大。是一栋四五层楼的新的这个派出所，他们我朋友住顶楼，欸，他们顶楼就警察宿舍，他们那个应该超过50人都有可能哦。我去，安慰则安啊，萝莉气赛经过哦，稍后再说好了，先来看一下这一局。这一局，这个，有人按暂停了。这一局是我们亚洲的前三高手，亚洲前三高手，应该前三到前五了，世界前20的高手。上方打什么？我那个配置是打这个木工的，啊，木工的配置。安安的阿伟子，阿伟姐算是老观众了啊。不是厦门岛的哈，是厦门街的哈，厦门街，厦门街的，怎么忽然变快啊？然后这个匈牙利的二快二二加的，快二二加的高手，这场如果 Bekti 赢上24，如果这个匈牙利的赢上22，你要逛街咯。厦门下半是中正二分局的，中正二分局，靠北哦，这在干嘛？谢谢你啊，燕白，谢谢你。你跟你弟搞来练一下。怎么 KK 的？怎么 KK 的？Yes。所以我这是这个南华高中的。阿西群，你们不觉得 Disco 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阿西？对对，阿西是个很古老的东西耶。Disco 账号又这么好申请，厦门街很大哈，厦门街离厦门街离总统府很近哎，这边很多陈抗。这首歌是这个冯提莫的。演员原唱是薛之谦，先念匈奴吧，先念匈奴，会被揍吗？这是吗？死人了！哇操，死人了！这场的胜率下降50%啦。可居然为什么在三重？自然差吗？最忙的是在那个啦，最忙是在中正一或中正二应该最忙，陈情抗议最多嘛。保一警员，但是不是也是有这个普通员警要支援一下？啊，干好快啊，Bekti 好快，19P 上去，19P，那蒙古打得这么快，蒙古不这么快就浪费了。这个配置是五四四，一个伐木场5个，一个伐木场4个，然后这个果子4个，反正果子已经4个。PT 的赛事剩下云跟这个 LB 打这个冠军赛。萝莉觉得他花太多时间在上面，他想回归这个臭豆腐吃啊，不要吃太多油炸的啊，想回归这个平静的生活。他回来就把这个路赶了回去。缅甸应该是打这个21P 吧。
20P 耶，20P 耶，因为这个路杀的够。配置先练配置啊，先起配置。这跟瘦没关系啊，这个是健康。这个是打，这个是打布工，打布工，但是他挖木材也太少了吧？这我就看不懂他打什么了。是啊，台北这么忙，谁捏糖果啊？糖果蛮强的、欸，上去了，然后立刻盖一个马厩。蒙古不生这么快就浪费啊！安安啊！萝莉塔那个，有一天啊，上礼拜天吧，上礼拜天我上礼拜天清晨吧，我三四点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在线上，那时候我已经关直播了，但是我还在线上。我看那个 Viper 和谁啊？和 MBL 拜拜妹他们在打团战，上去这个缅甸也上去了。一个马就一个弓箭厂，然后开始挖黄金。这个马可能出过两三只马，因为蒙古打猎有加成，不生的快就浪费他的这个蒙古加成。然后萝莉在之前有发一篇文，叫《高棉》，是个比较不好上手的文笔，有发一篇文。后来这个 Viper 吧，很像选到高棉。然后他就在他和这个云就在讨论这个高棉到底强不强，强弱和战术的问题。总之细节就是萝莉讲的是一个文明的问题，啊，云在讲的是一个战术上的问题，所以就有点分歧呀、啊。不过那时候我就去睡了，早上起来才发现他们有点吵架，然后。加上那个萝莉可能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好吧，家里还是女儿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好。小心说弃赛啊，小心说先不要比，没什么问题，没什么问题。他先转这个肉嘛，先跟他逼他出几支枪兵。其实家里是直接转这个布工配毛毛，这个黄金配置到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，六个的话大概就不会存工兵的，就会配点毛毛。问题是这个 BS 兵工厂什么时候盖好？到现在还没有种田，到现在还没有种田。尽量闹哈，他这个落马只出两只而已，这招其实可以学一下哦。以落马为幌子，其实很快速的，这个你打不到他的哈。射射射！这靠空兵了，这靠空兵了。恩恩呢？感觉要被秒杀哦，感觉要被秒杀哦，是秒杀局吗？是秒杀局吗？杀一个两个，是秒杀局吗？这招蛮猛的，可以学哦，这招跟那个黑块有的比哦，秒杀局哦，这场。为什么我说秒杀局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村民已经死了三个了吼，村民死了三个了。加上有配这个毛毛，对不对？不太怕你这个纯攻，你这个非常难，非常难打，可近可远。这局应该算是秒杀局哈，死了五个村民啦。这个就算他这个兵权被清掉的话，这个 Back Team 家里如果相安无事，然后继续生村民的话，村民数越拉越大，就直接秒杀了。不愧是这个2K4 的高手。安安啊，罗塞路克，三大错就是你没有女朋友，你没有妹妹，你没有钱，你有妹妹啦，你有女朋友，你很有钱，对不对？三大错觉，这是我今天恍然大悟的，原来啊，原来我没女友啊，而且他这个加一了。GG 16分 GG 快不快各位观众